组成家庭时，秦明晓和姚金芬因为经常不在一起演出，很长时间都见不上一面。为了能够经常的在一起，他们排练了一个两个人合作的节目，演出效果非常的好。就这样，为了夫妻长相守，他们俩就成了一对黄金搭档。在中国魔术界，像秦明晓和姚金芬这样成功的夫妻搭档屈指可数，他们的合作没有主次之分，既各有绝活，又相互帮衬，相得益彰。在魔术的道路上，他们刻苦实践，大胆创新，将以各种先进技术道具进行表演为特点的现代魔术，与靠技巧表演为特点的中国传统魔术融合为二者兼备的中国现代魔术，他们不断创作出独树一帜的作品，逐步形成了卓而不群的表演风格。看右手，右手，这个是你的手了。哎，右手，看左手。哎，好，抬头。哎，我给大家表演个魔术，好不好？鞠躬，鼓掌。好，鞠躬。啊。抿嘴笑一个，呀，刘姥姥进大观园，来了电视台了。哦，刘姥姥给大家拜个年，左边万事如意，右边全家欢乐，前边啊，大伙开心吧。啊，哈，刘姥姥要给你们露一手，受听。射射，看，嚯！哇，这么大个烟袋啊！左边看，右边看，往前边看，哎。左看，右看，抬头，哎，哎。